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跟他之间已经有30公分的距离？我想念自由的味道。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变那么粘人？真好寂寞。我努力地仰着脸孔，试着让眼泪不往下流，别往下流。 不安地感觉到什么，在我生活中不再相同，不相同。想要说，却还沉默，伸出手，无法触碰。 熟悉的世界，过新的生活。闭上眼，让泪水滑落。此刻你真的永远离开我，在另外一个没有我的世界，自由的走。你知道吉本巴娜娜的厨房吗？一个奇异少女，为了爱，想成为厨师的故事吗？ 爱一个人，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？喂，你在哪里？我跟蛋我在一起。那我呢？你就不能独立一点吗？